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段荣。今天呢继续为大家讲解阿尔法围棋自战五十局。今天呢我们来看第35局。好，下面我们进入到棋谱。黑棋二连星。白棋是对象小目，印象当中白棋小目黑棋高挂的话，阿尔法这五十盘白棋除了拖好像基本上没有选择过其他的下法啊，或者还有一种就是拖线，如果在这儿走的话它基本上都是拖。那么黑棋好像印象当中我们讲到现在没有一盘是拆的，这边是小目的话它是挂角，又是一小飞，所以在角上的选择实际上阿尔法围棋它好像非常的简单，高挂就一拖，低挂呢就一小飞。对方星位的话，他十盘有个七八盘的点三三，但也就这么几下。拆在这个位置，这盘是挂角。用阿尔法的棋来讲，挂角它使用的这个使用的频率是比点三三要少。黑棋反逼住，下到这儿呢都很正常啊，跟我们人类的布局差不多。下一步比较有意思，掉在这里。他的判断就是说掉一个跟黑棋飞一个交换他觉得是便宜的，也不考虑将来打入的问题，掉一下他觉得你赢个便宜了，可能会选择在这一带二尖或者一尖将。如果黑棋普通出来的话呢，从这点过来我们猜测他的意图，这样再搬过来，如果这样走的话确实当初掉一下是有好处的。白棋把这走后，因为预见到白棋加黑棋跳，白棋总是要往这出的话，他这个出头出得非常舒服。如果不掉这一下，现在是这样，那白棋恐怕很难得到刚才的效果。白棋轻轻一掉，黑棋呢不愿意往这走，往外跳呢感觉也意思不大，白棋就跳下来，那三个子还需要处理。黑棋是拖，白的当然要搬，立。脱力就是这边逼住，这边再脱力，强调要这个威胁白棋这三个字。白棋现在如果再加攻的话，黑的可能这么飞攻过来，白棋这三个字就有点苦。白的点还是顶过去，一路连上。那么这个头被拐下来，黑棋当然受不了，
所以呢，先挤一下问印手，挤一下，白棋呢接上。如果印在外边的话呢，黑的二路力是先手，二路力是先手的话，目数上黑棋有收获，有所得。再这样贴，印在里边呢，从目数上来说好一些啊。虎在外边的话，从对上边好一些，各有利弊。黑棋挤一下试应手之后呢，贴回。白棋双飞燕，白棋这几步棋可以说把自己呢下后，白棋把自己下后，等于先手就应对了黑棋这个脱力，将来再长还是先手。那么黑棋得到的呢是把上边围的完整，因为白棋本来掉的时候黑棋脱先，黑棋防了这个跳下去，把上边围成空。黑棋得到实地，白棋得到外势，这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看。靠压，再长，拖。凡是出现这个双飞燕的时候啊，这阿尔法围棋，它基本上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他的选择都是拖，既不是长也不是点三三，这个判断基本上跟现在我们的现代围棋是一样的。以前的下法呢有长完之后，比方说小尖这一类的也是很古老的定式，到后来呢有点三三。点三三的话呢，下成这样，白棋可以先手得一个角，但是这两个子就一死一伤，损失也蛮大的。现在的下法多数都比较喜欢选择拖，比起长呢，又往角上又进了一步。对自己这块棋的眼位也有好处。拆二，这个是眼见的好点，这地方白棋拆过来，白棋加强了进攻着黑棋。如果黑的拆过来，那么黑棋活了，白棋这个成为孤棋。所以这拆尖加，自己拆二，同时兼顾着加攻黑棋。这是眼见的好点。黑的飞一个，感觉比跳呢更积极有利一些。这个子白棋要来冲断的话，黑的也是无所谓的。黑棋胆子就这么跳一跳，顺个步调，这个子死了也没关系，它很轻。反而可以借进来压迫白棋这边，飞一下，加强自己，同时远远的瞄着这两个黑子，也瞄着这个冲断。穿向眼，这当然要挡住。然后呢，二路一小尖，黑棋就活在这儿再说。这个二路小尖也是出现这个棋形以后啊，阿尔法是很看重这个二路尖的。黑的一尖呢，黑的基本活了，但也不是绝对活，将来还留有这个打劫的手段。但是这个劫呢，白棋负担也不小。但如果这地方被白棋尖了的话，黑棋就彻底的，就可以说是一块孤棋。所以小尖，
小剑完了瞄着这里要冲，如果一旦贞子有利，黑棋冲完再冲下来，白的呢也很冷静，把毛病全都补好，把自己下后，看你这边怎么动。下得很坚实啊，白棋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这两个子，当然进攻也是可以考虑啊，但白棋下得很稳。那么黑的拐，拐一个追究这里白棋联络上它有一些棋形有一些缺陷。白的这时候那一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双方都判断，就是说白棋也能长到啊，黑棋也就跟着走一个。黑棋如果压过来呢，白的势必要拐下去。压过来当然非常大啊，黑棋自己连通了，把白棋包进去了。当然白的也没死，这里呢。长先手一虎基本上就活了，双方都判断这个拐下去还是非常大，所以黑的跟着硬了一手，确实这硬一手呢能围住十来目，被拐下去的话这四个子还成为孤棋。而且长到一下再贴黑的扳，很紧凑啊！如果长呢，被白棋一贴，这地方白棋就顺利联络了，这黑棋很这个拐就显得很无聊了。再长也是后手，吃两个子，白的不要。那么黑棋这块就显得很薄。扳是棋形的要点，下得很紧凑。拐和扳是连贯的，就等于把白棋给扳断了。白棋一断，打，这时候吃这两个子当然也很大。如果把这俩吃掉的话呢，白棋应该会尖顶，那会尖顶。这样呢，白棋吃到下边这一块，黑棋吃到两个子，然后把白棋隔断，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白棋还有一种选择是拐这个，也存在拐这个的可能性。黑棋要这么贴了跟白棋对杀的感觉，白棋不怕，白棋这眼形也很丰富，棋也很长。黑的如果顶的话呢，白棋拐吃出来，这边先手便宜的再把黑棋打进去。白棋看来更可能选择拐。然后再一打，下一步提先手，黑棋吃了两个杆子，白棋外边厚极了，非常的厚。这样黑棋感觉不太满意，白的外边太厚，潜力非常可观。如果黑的要长的话，那么白棋再尖顶，这样拐到一下应该会，应该说是要便宜一些。黑棋实战呢没有断吃这个，拖，直接拖，白棋当然要拐吃了，再在里边硬着被黑棋一贴，这棋往里边硬着棋形就不成样子，必然要拐吃。黑的很顶，然后白棋断吃。黑的顶，
葱，断，葱断里边，黑的呢不能沾外边，被白棋一爬，这白棋气还蛮，气还是很长的，白得有五口气，白的这样下也可以，白的就这样下，黑棋跳这个，局部呢，黑棋应该是快一气，但是白的先手都收住了，先手收住，这样黑的也不便宜，收气吃。那么黑棋是吃这个。先手打一下，之后拆边。那么黑棋从这飞出来拐开始呢，这把白棋这几个子吃到的话，也算把这个孤子给治理好，也算给治理好了，而白棋呢得到一个外势，双方也是各有所获。先手提，白棋接上，黑棋的实地还是很可观。小飞，白棋拆三，这个飞的方向很难判断，不知道哪边好。如果往这边飞的话呢？可以限制一下白棋这一带的潜力，往那边飞，不知道阿尔法他对这两个飞的方向是怎么判断，他实战选择了这个吃，显然也是很大的一手棋。下一步呢，白的也下得很有意思，走在这儿，就说，中腹隐隐约约有一些白棋的潜力啊。走在这儿呢，也有控制这个子的意思。这样去吃白棋肯定是不肯的啊。这个感觉上效率不够高啊。走在这一带呢，黑棋不敢轻易的压出来。不敢轻易的压出来，这里有个子，对于这一带的战斗肯定是很有帮助的。如果你这儿没子，黑棋贴出来的话，它不只是逃跑，对这块也有压力。白棋走在这个地方，对于中府的价值的判断，或者说对中府行棋的感觉，这也是阿尔法围棋比较强的一个地方。黑棋呢捞一票，这实地当然相当大，目前的黑棋实地是明显领先的，就看白棋中府能为多少目，或者说能怎么样利用中府的这个潜力来做文章。尖冲，黑棋爬，白棋冲，这冲掉也非常大，显而易见的冲掉两个子，这一带有希望围成很可观的空。如果这棋如果是，我想黑棋如果就这么牢牢的把这个粘上，其实也是值得考虑的一步棋啊。虽然这个跳也非常大，但是呢，这连上之后，这等于黑棋就已经出头了啊。将来至少拐是先手，那这一带白棋是不能成空了，而且黑棋还可以慢慢往里进
怀其的中府就价值很有限了。看上去就这么牢牢的连上，也是很不错的一步棋啊。黑棋选择的这个，那么被白棋冲的话，白的中府就潜力很可观了。这一眼望去，这一片有可能都是白的。黑棋在白棋冲的时候反夹过来，黑棋是彻底的，就是叫做先捞后洗，先把实地捞足了，然后再把你中府一破。黑棋采取的是这个战术，加这个普通的感觉，白棋可能要往这儿走。那么走的话，黑棋加到一下，对于黑棋来说总好的，因为这两个子可以看作是残子，本来黑棋就不要了，将来甚至再加也有先手的味道。那黑棋在这里带吊也好，或者是打入完了这靠的借用，就加到一下总有便宜。白棋实战呢没有冲，有被黑棋这个先手便宜的感觉，而是跳起来总攻，跳，整体进攻你。黑的现在也不好走啊，断吃的话呢，白的就跑，黑的也没什么后续手段。打吃这个当然很无聊，白棋接上的话，黑棋都死里面了，所以这一跳也很强。黑的呢飞，如果白棋继续封锁，那么黑棋断吃，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拐一个，就算断吃吧，断吃。然后这虎顶先手之类的，看起来也是有希望做两个眼的样子。所以飞一个等于是引针了，他要断吃这个。那么白棋现在再冲，这样的话这两个交换明显白棋有所得，把黑棋走中。所以先跳一下，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压出。好，现在呢就看黑棋这块能活成什么样子，再压。白棋呢靠，远远的瞄着，直接进攻呢可能也没有特别好的点。往这走呢，黑棋就顺着搬出去，这个断黑棋是不担心的，这顺着一路打过来啊，白棋吃掉这点，中府都被破了，白的是不能满意。如果你跟着走的话，黑的好像在中间要做两个眼也不是什么难事。往这一带进攻呢，一时也看不到好的点，所以白棋靠，先在上边借用，这个黑棋大致上只能挡，退的话已经被便宜了，还残留冲断的味道，大致上只能挡。然后白棋再一扳，问问黑棋应手，如果黑棋粘，那么这多两个子等于断了黑棋往那边联络的归路，那白棋比方说飞过来，这样照过来，这黑棋就凶多吉少，恐怕要被杀了。所以靠扳，这个先在右上角借用，之后呢黑棋是一挤，黑棋要求抢个先手，挤在这儿，这马上就要打吃或者断吃这个，
情况就比较紧急了，白棋就不能随便脱先了。同时黑的也问问白棋走在哪，你如果接在这儿的话呢，黑棋这一冲吃，这地方冒个头，对这方这边有接应，那白棋这几个就全损进去了，没看到什么好处。那么白棋实战是粘这个，粘了这个之后，黑棋如果这时候往外逃，不管你怎么逃，那白棋这一立相当舒服，这一立这是先手，这一打一贴脚上就出事了。黑的得补的话本身很难受，这样补我们简单看就等于好像有点这走一个单关跟白棋立这样交换的感觉，那目数亏损太多，况且这块也没有跑一手，也没有说就彻底的安定啊，白棋还可以继续再进攻，这一粒已经拿回大把的实地，这棋也不是说黑棋活了就赢，这活了就赢不能够什么都不管的这种局面。白棋如果通过进攻回收很多实地的话呢，白的也不错的，所以黑棋奋力的再虎进来。白棋试黑棋应手的时候，黑棋趁机再捞一票，白的如果跟着退，那这虎到一下，黑的再往外逃，这个就虎到一下便宜大，所以白棋一看，哎，我这多了几个子，再来进攻。小尖在这儿，小尖呢控制这个，不让黑棋做眼。你如果走的大，黑棋在这一带容易做出眼形。黑棋一尖顶，总是要寻求一些借用，这一尖顶本身把这个子连上了，这被冲的目数也是蛮大的，本身这一尖顶已经连上了，白棋没法断它，这刚好是一个虎口，这边呢冲断的话双打吃，白的也受不了，连上之后如果白棋就跟着走，那么它同时还有分段白棋的作用，多多少少将来会有一些借用，比如说这断你打吃的话，我做劫，马上要求这个眼，有一些这样的味道。如果走这个的话呢，就将来也有可能什么拐过来让你收气之类的啊。总之，尖顶白的如果立，那么黑棋总是先手便宜了。白棋呢藏在这儿，跟立相比呢藏在这儿，当然黑棋这有一扳，黑棋这边的眼位会好一些，但是白棋这步藏也是价值很大的，它的作用呢我们等会儿马上就可以看到。扳退，这地方呢黑棋过不去，跳往外寻求出路，刺呢也是灭黑棋的眼，双接上拐回，有了这个刺的话呢，这个冲就成为现实了，冲断黑棋就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黑棋拐回来呢，他下一步一段白棋就不管吃这个也好吃这个也好不得不走，那么在下边如果被黑棋断到再一道虎，黑的就已经活了啊。这个立是先手，这要拐过，那这边一虎他就已经活了，所以黑棋拐的时候白棋粘上
冷静沾上是必须的，不能给黑棋的就地做活这种眼位。好，那么这期双方在攻防之间的斗智斗勇啊，这棋形的弱点把握都是很好的啊，这对于对方棋形的弱点和自身的这些棋形下的都很到位。那么在右上角还残留一些余味，看看白棋接下来怎么去利用它。好，我们刚才说到长了这步之后啊，它这个长是挺有用的，这个段总是残留一些味道。我们来看白棋怎么来借用。白棋先把这个粘上，灭黑棋的眼位。黑棋现在呢，到目前为止这爬是先手，弯这个先手，然后在这儿可以做一只后手眼啊。中府呢没有明显的眼位，所以黑棋继续往外寻求出路。好，白棋开始了搬。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看，如果被白棋先手包住，然后白的在这一带扩张的话，这一块白棋潜力也是很可观的啊。黑棋搬一下，因为有这个断吃先手的存在，黑棋不能随便这么冲啊。这个如果是这样下啊，这是绝对不行的。第一，白棋这中间借用多了以后，肯定是要杀这块啊。而且呢，由于有这个断吃完立再拐进去的问题呢，黑的也吃不掉白棋这颗子。甚至你现在直接单断的话呢，中府白棋子多了，这块黑棋只有一个后手眼了，活不了。所以黑棋二路搬，白棋接上。白棋先在这靠了搬问你应手，然后现在搬了接又问你应手，你敢不敢再跟着应？白棋的意思是就是。白棋的意思就问你敢不敢再跟着应，如果你再跟着应，我这多两个子我又变厚了，又变厚了，你这块就更危险了。黑棋呢靠一个，这种棋要想活的话呢，就想方设法的要寻求借用。白的如果往回退，那么这靠到一下对于黑棋来说总好的，将来在这边走棋的时候，它总会有一些好处，或者比方说将来就这么走，你要硬的话，我打吃先手，这里有眼形了；如果不硬呢，挤先手啊，这边又有先手，要瞄着，总是要多一点借用，靠到一下总便宜的。如果你走这个，那么它就断。这一顶有眼了，你不给眼的话，比如说顶吃在这不给眼，那么外边打吃又是先手，这地方也要做眼。冲的话呢，黑棋外边又有先手，总是要借劲，腾挪借劲，勾肩搭背搭着白棋走，这样白的不管怎么在附近硬，它总有好处。而白的呢是外面反点，这也是棋形的要点。在这儿不管怎么硬，这 ABCD 四点黑的总有借用，那我不如就我反制你外边的这个外边的出路，把黑棋外边的路弄得窄一点。这地方反正黑棋也再走也不容易，不好走，跳，好，非常非常稳的夹死一子。如果从外边照的话呢，黑棋这个子动出来，白棋子等会儿靠过去之类的，白棋自己也有所顾忌。
稳健的夹死一子，反正黑棋要往外逃也不容易逃。一起爬，这个绝对不能让过。先断打一下，然后再虎住。黑棋往外一挺，黑的下的是够顽强的啊，这个往外一挺。白棋这时候要动手杀黑棋呢，觉得可能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薄位啊，没有十分的把握吧，应该说没有十分的把握。比方说黑棋往这，白棋如果这样封个头，黑棋往这跳的时候，白的还是有难受的地方，有他难受的地方。那么这一级白棋是必须阻度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断点，这个地方尖过去的话也有断点，多多少少有一些薄位。白的这个手先贴，这当然要拐，这是必然，然后再搬一个。好，白棋这一搬，问问黑棋应手。黑棋要想吃干净的话，长脚上是吃得很干净，但是长在脚上的话，白棋这个粘就先手，粘是先手，这地方白棋就厚多了，这地方明显白棋就增厚了。粘在是先手的话呢，白棋一定是要强杀中腹。那么如果你不让我粘先手，你企图硬在这儿，那脚上是有点问题的。白棋搬这个，黑棋呢，黑棋打拔当然不行，打拔被白棋立在这儿，立是一个双方气的要点，立在这儿黑棋不行了，这样对杀黑棋不够。那么如果你搬，这脚上很不干净啊，吃的不干净，搬的话白棋就接上，走这个的话白棋做劫，点的话呢也有问题，白的这扑是先扑掉，挡在这儿的时候黑棋没法吃干净。走这个的话白棋可以扑进去，脚上残留一个缓气劫，长这个也不行，长这个被白棋吃出一个眼就双活了。先点白棋接再搬也是一样的，白的总有这个有挡的手段，所以挡在这儿白棋脚上搬有棋，挡一个脚上还有硬，挡一个等于硬了一个，脚上还留着有棋。脚上要想干净呢，白棋这个粘先手这块有凶多吉少啊，所以这时候黑棋呢两难，很为难。这个很为难之下，黑棋索性脱线了，往这一虎，黑的往这一虎先做个眼再说。做一个眼，并且要求他要求弯先手的话，下一步再做眼，黑棋至少局部这块是可以做活，这也是一个做眼的要点。好，白棋搬的时候黑棋脱线了，那么白棋当然要在脚上动手了，搬是绝对的，先手爬。然后一道虎，这一道虎呢，这个脚上无论如何黑棋是吃不掉白棋了，这
黑棋吃不掉白棋，这个，但是白棋要想吃再走，白棋即使再走一手，要想吃干净这个黑棋，也吃不干净啊，是一种双方纠缠不清的状态。但不管怎么说，这本来是黑棋一个十多目的大角啊，被白棋弄成这样，那白的还是很成功的。不只是脚上的问题，连带着这块黑棋还没活了，所以白棋并没有直线的去进攻这块棋，而是不断的压迫右上角，压迫右上角，到最后黑棋扛不住了，哎，只能在右上角付出代价，声东击西，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A 的往外跳。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挤白棋一定是不能让黑棋过，那么跳一个瞄着这断点，跟着跳贴长扳冲一下挡住，这地方呢很想断，很想断，但是现在断呢为时过早，黑棋随时挤白棋都不能让过的，那这个断点让白棋很头疼。黑棋现在这么一冲，这样一冲，白棋如果挡的话，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挤完这一段，白的打呢，黑棋横着打吃是先手，连上了。走这个的话也得一横冲，这里不入子，所以这个断点是白棋比较担心的。白棋不能，现在不能冲动，不能冲动，但是呢也不能这么去，如果这样去补，这样去补呢，黑的就好办了，照也好，或者是就简单粘上，先照一下再粘上，黑棋就轻松逃出去了。我们来看白棋的下法，白棋这一跳，我们说了黑棋上边还不活，你也不能爬二路，如果你爬二路爬了半天自己还是不活，你又解决不了白棋这块，那就更麻烦了。所以呢黑棋冲断，白棋这个棋形很有弹性啊，黑棋在里边走走一手也吃不掉它，走一手白棋还留着打劫，走一手白棋脱先之后黑棋还是不好办啊，所以黑棋冲断，冲断之后呢，白棋也没有别的企图，就是要这个粘。白棋现在粘成为绝对先手，这你受不了，我挡死你。黑棋必须退。好，那么这个粘成为先手，白棋现在可以断了。刚才说的挤断的手段现在没了，你挤完断，我贴在这儿。防了这个断点，同时呢白棋气很长，所以现在白棋把黑棋断了。黑的贴，白棋接上，现在呢白棋这块也不是十分安全，但是呢气很长，并且呢他随时可以选择跟黑棋脚上打劫，白棋随时比如说简单的接在这儿，黑棋就必须主动扑进来打劫，否则的话黑棋就死掉了。那么这个劫呢黑棋一手还解决不了，扑提提需要扑完之后再提两手才解决，那么就意味着白棋在外边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了，所以看上去白棋这块也危险，但其实呢他脚上留着这个手段并不用特别担心。
那么再看黑棋这块和这五个子，这两边都还没走好。如果现在黑的想要虎来杀白棋这块，白的就先把黑棋封进去，然后等会儿就跟黑棋脚上打劫。黑棋是在照，这当然要靠出来横顶，横顶看看白棋走哪。如果你冲的话，它一断这边打了贴过来，并且黑棋这里还有这边子多的话，这还有尖顶了强行封住白棋的这个问题。所以黑的顶的时候呢，白棋没有跟着走，而是搬。搬完之后这有贴，所以黑棋必须拐。否则被贴出去了。白的一长，白棋先把黑棋这块给卷进来，同时也确保自己的安全。黑的顶一个，问问白棋应手是粘这个还是提这个还是走什么。白棋的虎强调威胁黑棋大龙冲，好，先把这块吃进来再说。打吃，然后再顶。黑棋问一下应手得到了这个打吃，如果直接做活的话呢，白棋打是先手，这边就没什么棋。顶一个，确保这个眼。保住了这个眼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黑棋是一个先手，那么这块就已经活了。做活之前顶到打到呢，这留着这个粘，能占的便宜先占到然后再做活，这也是一种行棋的步调。顶这拐白的就死掉了，所以呢白棋必须打吃，然后黑棋把这个吃回来。黑棋这块死了，总要吃回点东西啊，否则的话这块白死黑棋是不行了。那么现在这边有点收获，白棋拐把中伏补干净，同时呢还是要瞄着这个问题，要爬拐一个是先手，黑棋补一手，白的断打下得很厚，白棋把自己下得很厚，他是这个下后是很有价值的，等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白棋后了之后他要干什么。答题顶弯箭，白棋多个小尖呢，脚上黑棋就更难解决了。接上，挖死两子。先打一下，挖吃两个子。黑棋呢，点进去收官，这个是价值很大的官子。白的不能冲，冲被黑棋反冲。点了粘，白的先搬一下，
再粘。这个黑棋是很愉快的先手关子，白棋搬力做活，不走的话这块还没活。挡，玩在这儿，白的活了。黑棋往中间一掉，实际上这棋黑棋的本手，如果是本手的话呢，应该是在右下角补棋，应该在右下角补棋了。但是呢，黑棋应该是判断补棋的话可能有问题，白棋这里有点进去，点了冲出来，那黑棋这空要被破掉不少。走在这儿呢，他蛮贪心的，你点了冲出来，黑棋就要断了，这边防你点了冲，同时呢又要下一步还要进来破白棋的空，局部呢走在这是一步好棋，比搬抢搬被白棋一搬，白的就都围上，走在这儿。好，那么我们来看白棋开始施展手段。点，这点呢黑棋不能挡，因为挤是先手，一打吃一扑，这个是先手，这一扑黑棋就被扑死了，所以黑的只能粘。那么白棋一跳，这边要爬过来，这一爬再一打一扑，又被扑死了。那黑棋呢必须补活，补活之前呢先搬一下，这样白棋就爬不过，黑棋一路顺的就顺过来。不过呢皆是先手，黑的爬把这块活了，但是呢脚上白棋跳，白棋当然实际上直接搬了连搬也是一个打劫啊，直接搬了连搬也是打劫杀，但是白棋这样下呢，这样下的话稳一点，就是说这劫打输了，劫即使打输了目数也没怎么亏损。黑棋要活只有硬挡住再一路打这一条路，白得跑，毫无意义的浪费了一个劫材，直接提就可以了。阿尔法在形势乐观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举动。黑棋长一个爪劫，白棋硬的呢挺有意思，普通的想法呢是提，因为这地方黑棋打先手这粘起来打，这白的受不了。普通的硬法是提，但是提呢黑棋这个打吃先手，将来可以从这儿打进来，而白棋粘在这儿，你这个地方进不来了，这地方进不来了。黑的提劫，白棋长这里要断，这一段很厉害。黑棋看这个白棋很厚，这还有劫，白棋又厚，这劫继续打下去呢很不乐观，所以先削了再说。白的没有马上断，而是搬这个，搬这个下一步要照死黑棋啊，你如果要连的话，这搬跟连交换一下，白棋应该是没什么坏处。黑棋断，白棋现在感觉应该是办法很多啊，这脚右上脚黑棋还是个大麻烦。白棋下得很简明，打吃完搬住，把中府牢牢先围住，这时候就可以看出来粘在这儿比提在这儿明显要强。然后黑棋补这个断，所以贴回去。那么白棋都下后了，中府也封住了，全都走后了，发动这个劫争。
白棋厚，黑棋劫财少啊，所以这个搬也实际上是在续劫财啊，搬了之后二路一搬就有好几个劫财。挡一下，点在这里。二路搬是愉快的劫财，提回去。小飞，这期就局部来说，大飞应该大飞好一点啊。大飞的话劫财也不少，目数上好一点。当然，这应该跟胜负没有关系了。这劫黑棋如果解了解决不了的话呢，不管小飞大飞都不行。提劫，接上。白棋劫财是很多的，而且黑棋这里一手解去，一手其实解消不了，这是黑棋头疼的地方。不过阿尔法没有头啊，他也不会疼。那黑棋很麻烦，扑，提劫。打吃，白棋这找了劫财，实际上还这搬到这儿的时候，其实跟你好像还延了气啊。总之，白棋是比较轻松愉快的状态。点这个是找劫财的好棋，团住，提。弯在这儿，不知道为什么要弯在这儿啊？退在这儿比弯的话，看上去不会有任何坏处。弯在这儿目数稍微亏损一点。当然，可能阿尔法的算法，它反正弯在这儿跟退胜率基本差不多的，它随便选一个，不会影响胜负啊。但照我们人类算着木走的话，肯定是放这儿好。好，黑棋铺了提劫，这时候呢，白棋粘上，简单粘上，这黑棋依然是解决不了这个劫。黑的挖，白的黑的呢，拼命想制造劫财啊。白的呢就能退让就最大限度的退让，在挖这个的时候白棋补一个，他已经彻底算清了，你吃两个子虽然很舒服，但是我就让你吃。断掉，黑棋接上，白棋冲。右上角呢，基本上可以看成黑棋已经尽死了啊。那么解决了右上角的劫，白棋把右上角的劫打赢了之后呢，也就同时宣告取得了这盘棋的胜利。好，这盘棋白棋在进攻的时候表现的是相当精彩的，为这个声东击西的招法啊，值得我们学习。好，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